到底啥味有规则？明星指定最想让同道挑战的食物搭配，同道必须品尝并描述滋味。苦瓜配西瓜，你我笑哈哈；芥末配苦瓜，你我乐哈哈。吃豆腐可会就是爱配哈哈，是那种最辣的那个芥末，就是那条形芥末，你知道。欢迎来到英俊善良、勇敢无畏的食冒险者道道的美食实验室。西瓜配苦瓜到底啥味呢？喝吗？真的喝吗？起初西瓜非常强势，而苦瓜整个瓜泯然众瓜矣。两秒之后，苦瓜发力了，他对西瓜使出苦苦流星拳，一阵猛锤，成功抢戏。但奇迹出现了，双瓜姐妹突然握手言和了，味道归于平淡，甘与苦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，变成合理的饮品。嗯，真的是非常好喝，推荐大家尝试哦。快快快，拿糖给我。不是很好喝吗？哼，这委屈我不能一个人受。怎么还不喊开呀？不是还有苦瓜配芥末吗？苦瓜配芥末。咦，挤了个什么？请注意看，这并不是普通的芥末，这是凝聚着满满芥末精华的长条状青芥辣。啊，